距离尔湾仅10分钟的车程，一个全新的楼盘，它的售价仅从88万起，这样的楼盘您绝对不要错过，并且它有非常高的一个投资回报率，这个里的租金呢能达到4700块，并且它还是低地税低物业费，它的物业费呢仅150块，它的地税呢才1.1几哦，大家来算一算，一定是一个投资的很好的地方。那么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楼盘了。这个楼盘呢全部都是一个 detached home， 然后呢整个社区呢一共有3种户型，一共有84套房子，目前呢已经售到第12期了，一共有18期，所以大家对于这种投资回报率高的位置好的地方呢一定不要错过。这里刚刚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，它去到尔湾呢仅10分钟的车程，那么去到我们一个叫做 Orange Art School 呢也是非常难进的学校，也是10分钟，那么去南海岸购物中心，我们女生最爱去的这个地方呢也仅仅开车13分钟的车程。大家也知道那边呢是在 Costa Mesa 有非常多的一个就业机会，所以您如果投资在这里呢完全不用担心房子出租的问题，有非常多的这个人群呢想要在这边出租。3种户型呢全部都是3层的，我们现在呢就在这个2号户型的2层，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宽敞的这个空间呢，然后再往这边来走就是它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个书桌的这个办公区，右手边呢就是它的一个阳台。这个房子的室内面积呢是2243尺，它的售价呢是91万9、92万的一个价格，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城县周边呢这个价格非常的难找了。上到3层来呢，3层一共有3间卧室，1楼呢刚刚我们进来它是有个小前院的，有自己的一个小 gate， 然后呢1楼还有一个它的一个卧室，然后这边的2间卧室呢共用了一个洗手间，主卧在另外一侧。大家会喜欢这个楼盘的原因呢，当然绝对是它的位置了，尔湾周边不也是就是90万左右的一个价格了，并且不用排队。它的房子呢最早的是在今年年底就可以交房了，大家就可以开始出租收钱了。再看看主卧吧。